Alright，今天简单的在家里做一些运动，基本的，对，因为我的手都受伤了，不能去运动吧，只能够在家里简单的稍微做一下。OK。我的母女宝贝在睡觉呢。真的好累，才几分钟，15分钟不到吧，我已经流汗。赶紧睡。喂，休息一下，先要做两边的，前两边不行。如果没时间去健身，每天在家里稍微做10到15分钟，这样简单的运动，其实对身体就有很大很大的帮助。所以大家可以多多运动，让自己开心。OK， 拜拜。布尼，布尼，布尼，布尼。要 say 拜拜吗？ say 拜拜吗？要说拜拜吗？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